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下去最后总结的一句话啊，存造恶业虽则自招，众同分中兼有言的啊，这一段话就是大夫前面阿难问的，到底那些造罪业堕落在地狱受苦的人，地狱是实在有的呢，是有一定的地方有地狱，还是谁造业的人他自己造的业他自己就得有地狱啊？那么这个地狱情况如何，前面已经说了一部分，就是还没有细说，细说还有后文。那么这里先总结说，顺着造恶业的这个方向走的，顺是顺，顺着造恶业的情况在做，就是前面所说的啊，存停要沉入无间地狱。那么如果再加上谤大圣、谤佛戒乃至这个忤逆十众等这些众生啊，他造了这么多的恶业，虽然是自己造业自己招来的地狱，虽则自招，虽是不敬之词，虽然是他自己造业他自己招来的果报，不是别人给他的，在众同分中啊，兼有言地，众同分，众是同样造这种罪业的人，啊，同样是造这种罪业的人，他的分量完全相同，那么由他受罪的地方，那么地狱也是有的，啊，所以在《梁房忏》里面说，举这个世间的牢狱可以知道，人间。不就有这个监狱吗？古代的监狱呀，可以说跟地狱要相差不远呐，很多的苦恼情况跟地狱都相差不远呐。也许当时国家是仿照这个地狱业的情况啊，来折磨那些罪人，希望他能够断恶修善。所以人间有地狱有监狱，你不犯罪。监狱不会监禁你，他也不会抓你去这个监狱里受苦。假如犯了罪，跑也跑不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因此之故，犯罪犯了罪业，当然要受国家的法律的制裁，那就要到监狱里受苦。那个时候想要跑也跑不掉。那你没有犯罪，你想要进去，他也不会让你进去，所以这个地狱情况也是一样啊，地狱是有的，有一定的地方啊，但是如果这些同造这种恶业的人，大家的业都消了，那么这个地狱也就消失。如果还有些人造这个罪业，那么这个地狱就存在啊，那么就等于世间的监狱完全是相同，由此可以立知啊。明白这个道理之后，知道造罪业要下地狱啊，就是那些深深陷入地狱的，并不是说他这个肉身在地狱里面吃苦，实际上掉下去的时候，中途这个身体就已经死掉了，他的精神就到了这个地狱里面，又现出他的地狱身份啊。地狱众生有地狱的身，他的身体跟我们人间的身体不一样啊，人间的肉体到地狱里面去是不能接受，也没有办法接受那一种的苦况，所以地狱众生有地狱众生的身份，人间死了到了地狱里面去，有地狱的身体升起来来受这个地狱的苦恼啊。不过这个灵性是直接下去，不像普通一般要经过这个所谓中阴身
啊，无间地狱不经中阴身，这里一死马上就到地狱里面去，就由他的身体啊显现出来，让他去受苦啊。经文到这里为止啊，就是第一段详说之下的第一段，略以秦响明简略，先用秦响两个字来说明造善恶业生成的情况。造善业往上提升，造恶业往下沉沦，这是一定的道理。略明说过了之后，接下去新之下第二，广于业报名，详细根据三界六道的业报来说明众生的造因啊、树果种种的情况。那么顺着文字的次序啊，分为八段啊。第一，人字下第一，救人间恶业而名遭地狱报，就是后边的十习因六交报啊，就是由人间造的恶业而说明遭到地狱果报的这种情况，后边的十习因六交报说明这个道理。第二，就地狱一业而名遭恶鬼报，这个不是直接坠落的恶鬼，而是从地狱里罪受满了转到恶鬼道去受苦啊，所以从地狱出来转到恶鬼道，这是第二。第三，就恶鬼业尽虚常虚常处在而名遭畜生报，第三是畜生道，但是这个畜生道是恶鬼道转过来的，恶鬼业受尽了转身在畜生道，那么转身在畜生道做什么呢？他要还债，从前在人间如果有欠某某人的债，那么转身在畜生道里面呢还债啊。第四，就畜生业尽转身人间而有待于习，那纵然他从畜生道的业满了，可以转身人道，纵然转身人道啊，他还有过去的这个从地狱恶鬼出生出来的那种的习气还带住，还有这个过去的旧的习气存在，这是第四，就是转身人道。不过这个人不是像普通一般直接受生的人，而是从地狱恶鬼出生然后出来的人，情况不一样。第五，就世人妄念别修而名十种仙趣，楞严经跟其他的经不同的地方，这里讲七趣，平常讲六道，这里讲七趣，就是多一个仙趣啊。从这个人趣说完之后，接下去就十种仙啊，后文就有啊，有十种仙趣。第六，就人是淫界渐进而名六欲天气，就是说六欲天，欲界的六欲天。到了这一课完，就是这一卷经完毕啊。后边第七、第八呀，就在第九卷了啊。人之下第七，就是禅真境而名色空天气，这里包含色界十八天，无色界四空天啊。这个色界、无色界靠禅定而生。那么这个第七段就说明这个色界天啊，色界十八天跟无色界的四空天，那么这个经文在第九卷开头。第八，就欲界杂报而名阿修罗区，这也是在第九卷，就是无色界的四空天说完之后，说这个阿修罗啊，有四种阿修罗，在后边就第九卷呢无色界说完就说这个阿修罗道，这是第八。现在我们顺着经文呢从头说起啊，那么就是先说从人间造了罪业啊，造了恶业而遭到地狱的果报的情况。这一课经文分成三段，第一是捏起，第二贞洁，第三洁判。第一的捏起啊，就是捏是跟住来，
跟住后文而说起后边十音六格的这个事实啊。经文说，我乃此等皆是彼诸众生自业所感，造十喜音，受六交报，这是总标题啊。佛对阿难说，此等指前面呢、略以听讲明的文字里面所说的道理，后边要详细用十因六果来解释啊。这都是这些造业的众生自业所感啊，这不是别人给他的，自己造的业自作自受，自己造的业就要感受这种的果报。到底他们造什么业呢？举十种例子来说，业因有十种，提十种来做说明，这只是一个举例，详细很多。所以造十喜因，喜是习气啊，过去生的习气再加上今生的习气啊，过去的种子习气与现在生起现行的习气两种习起来合并起来，造了许多的恶因啊。造这十种的业因啊，要受六种的交报啊，受六交报。所以这里下面的经文啊，先说十喜因，然后就说这个六交报，意思就是说先说因，因说清楚了，然后说果报，他承受的果报如何？果报都是由六根因发，六识造业，六根受报啊。那么这个造业的时候，十种例子，经文是根据这个平常人容易违犯、容易造的罪业，举出十个例子来做说明啊。那么所以下面真解真是真问。就是开头的第一句云后十因，这是真问，解是解释，有下面十种解释啊。真解就是解释这个十喜因六交报啊。先说十种的喜因啊，然后后边才说这个六交报。现在讲十喜因啊，就是造业受苦的这个造的恶因啊。云何实因？这就是真问。阿难以下就是解释，那么有十种，就十喜因的这个十种啊，一一顺着文字来做简单的说明。阿难，一则因喜交接，发于相磨，眼磨不休。如是故有大蒙火光一种火东，如人以手自下摸出暖象现前，二喜相然，故有铁床铜柱诸丝，是故十方一切如来身目形影同名浴火，菩萨见浴如比火坑，这是第一种十喜因的第一种，就是因喜。这第一种就是众生的生死根本。三界六道众生不能超出三界，也就是由这一念断不掉，所以就超不出去。因喜交接就是世间男女之间的异性相处。发一相磨，烟磨不休，如是故有大蒙火光与众火东啊，这说明这个造业的情况啊。由造这个恶业，将来地狱的果报就是都是火在烧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啊？经文里面他举出一个例子，如人以手自相磨出暖象现前，这是说明这个造业原因会引出这个火的这个地狱的受苦情况。如人好像人用两个手在摸出
啊，然后说这样子磨出，磨出久了不就是发热吗？啊，说暖象现前，啊，如此二习相然，二习有很多解释。现在子月他过去生的习气，跟现在生的习气两种并联起来，所以造业就越来越重。论言习，主要三界内的凡夫都有这个习气，所以佛经里面说，人来投胎受身的时候，就是由于这个妄念，颠倒，而引发他这个受身的因缘。假如他没有这一个念头啊，也就没有受身的机会了。那么众生受身都是由这一念来，所以这个由两种习气相然，由此今生啊，因生的这个造业的因缘也是一样的，非常的纯熟的，很容易去造了罪业。所以儒家也说四色性也，不要人教他就会造业，那么因此他也好像两个手相磨会发出这个暖象，就是显示他这个火光的情况。那么因此如果造了这个罪业，将来在地狱里面受的苦恼就是铁床铜柱都是火在烧的，诸事就还兼带其他各种火烧的这个地狱的苦恼。是故十方一切如来圣目心因同名玉佛，不但是释迦牟尼佛，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所有的一切诸佛，乃至过去现在一切诸佛，都认为这个淫业就是叫做欲火，就火在烧啊。那么这个圣目两个字啊，简单说应当就是指的它的名称名目，因此诸佛都以这个造业的名目叫做淫火欲火啊。但是如果你要一个字一个字分别的解释吗，也可以。楞严经执掌书里面说什么叫做色，向人形容叫做色，向人形容就说给别人听，形容出这个情况叫做色，自己观察叫做目，目目是自己观察，这是可以说是望闻生意了，主要就是说十方诸佛都以这个罪业啊叫做欲火。看前面七大里面的这个火道啊，火头金刚，它是从这一门呢反观自身的这个火而修成这个火光三脉啊，那是因祸得福的因缘。那么众生就是由造这个恶业，那么将来如果是由造的造成地狱业的话，那么在地狱里面就是受火烧的这个痛苦。菩萨见狱如比火坑，如果是正在行菩萨道的菩萨看到这种的世间的这个欲火，好像火坑一样怕掉下去所以行菩萨道的人都要时时刻刻留心注意于这个这种的造业因缘古人说万恶淫为首那么世间上凡是会造作严重的恶业的都是由这一念而来，又说色字头上一把刀，由这个字造这个业会引发杀生偷盗妄语，通通都会由此而来。有许多杀人的因缘就是由这个造这个淫业引发的，所以世间从古以来就认为英雄难过美人关看看古代的楚汉争锋的时候的楚霸王楚霸王与李希看看比较近代的明朝末清朝初的吴三桂与陈圆圆，这些人
都是离不开这个字啊，而他的最后的结果生命断掉也是由这个字。所以世间上啊，假如没有法律来规范他的话，那真不得了啊，那个问题就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所以因此之故啊，我们修学佛法，尤其在楞严经上要众生断烦恼，断除这个生死根本，对于这一种的罪业说得最清楚啊。所以前面第六卷的四种清净明慧就说了，淫心不除，尘不可除，杀心不除，尘不可除啊。假如要超出三界，这个念不断没有办法超出去了。这是第一啊，属于这个淫习方面引发的这个造的罪业。第二是贪，二者贪习交际，发于相惜。这个第二种是说贪心啊，实际上前面也不离贪心呢、啊、不过这里所讲的贪呢、啊，是指对于世间的财等种种物品的贪着引发的这个贪心啊。二者贪惜交际，发于相惜，惜烂不止，如是故有极寒坚冰雨中冻裂，如人一口吸疏风气有冷处生，二习相邻，故有渣渣波波罗罗青痴白莲寒冰等事。是故十方一切如来甚莫多求同名贪水，菩萨见贪如比张海。这是要人断贪，由贪心而造种种的罪业，贪的范围很大，贪五欲，贪五尘，色声香味触啊。那么五欲财色名食睡啊，那么前面只是把五欲之中拿出一种来专题，这里是包含一切贪。贪的习气互相交际，要赚钱啊，针头削铁，斤斤计较啊。做生意的人他必定要懂得怎么样子赚钱啊，会做生意的人，有经验做生意的人，他也很会讲价钱。有个地方，这个当家的是从前做生意的啊，那么他雇工人做办做事啊，例如是苦工挑砖挑瓦之类啊。哦，他讲那个工钱啊，五厘钱也要讲啊。他说是一块砖头啊，挑一块砖头一角钱啊，一角钱他不给，给你这个九毛五，还有减去这个十分之之零五他都要讲，就是这么一点点他还是要讲。他为什么要讲啊？这做生意的斤斤计较习惯了啊，他到那个时候自然而然他就想出这个办法来啊。所以因此之故，这个凡是讲究贪心啊，都会在斤斤计较，所以贪心交际那么这个贪什么啊？自己没有的又拿进来就是贪啊，想办法吸进来。所以拿个比方说，发一香吸进来 ，keep 吸进来啊，吸烂不止，往外的吸烂没有停止啊。因此之故，就有极寒坚冰等这个雨中冻裂之事。这是说将来所感的果报，现在在造贪因，将来受苦啊，就是在冷冻的地方去受苦。这个极寒就是由西南风气的这个因缘贪习，那么积极起来呀，将来如果造成地狱的罪业，就在八寒地狱里面受苦。在八寒地狱里面就是寒冰
哦，都是很冷的地方，都是寒冰啊，所以所谓寒冰地狱啊，在寒冰里面呢受冻，啊，冻到身体都裂开啊，冻裂。这个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佛也是拿出一个比方来说明，为什么因为贪而会遭到冻裂冷的这个苦报啊。护持生命电视台，邮政话拨，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话拨账号19965232，19965232，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7-388，012-001-197-388，传播佛法，救护生命。岁末迎春贺岁，点灯祈福法会，岁末祈福共千灯，消灾免难迎新春，众等礼拜观音前，普门示现化群生，念释迦牟尼佛持斋除罪八千劫，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九亿倍，恭送普门品及点千灯祈福法会，恭请法务指导僧众领众，日期1月21日星期六，除夕夜，时间晚上8点半，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疫情期间参与共修，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慈悲置业花莲中心举办新春祈福法会，恭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恭请常住法师主法，日期1月22日大年初一星期日，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电话03831-1673，03831-1673，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